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复古白藤手腕腕带的勾边制作教程，分别采用纯色珍珠蕾丝和缎染异蕾丝两种线材制作出不同的效果，搭配天然白藤手腕，碰撞出柔和协调的复古感，并提升腕带的实用性和舒适性，使其兼具日常使用、造型搭配、度假购物等多种功能。具体配色色号和钩针型号参考材料包详情页面。腕带主体采用锁针起针法，来回往返钩织，完成足够大小后再进行整体的钩边和手腕的缝合即可。使用到的针法有锁针、短针、引拔针和短针加针。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首先进行起针，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用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右手拿起钩针，钩针绕线，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钩针再次绕线，拉出，拉紧线头，这样起针就完成了。这一针不计算针数，接着钩锁针，钩针绕线拉出，再看一下，绕线拉出，这样就是一个锁针。两款线材的起针数量不太一样，珍珠蕾丝款我们起195针，异蕾丝款起247针，大家可以多起几针，避免错漏，多余的针数之后我们可以拆掉。有经验的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起针数量，来决定包包的长度。这里我起好了195针，我们把这个对折一下，基本上这样起针后的锁针长度对折之后，基本相当于腕带成品的高度。这里我也多起了几个锁针，之后第一行完成后，将剩余的再拆掉就可以。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一行，先勾一个锁针作为第一行的起立针，接着我们找到刚才起针的最后一个锁针，也就是钩针往回数第二个锁针，挑起这个锁针的一根辫子，钩针绕线拉出来，钩针上有两个线圈，绕线直接拉出，这就是一个短针。我们在这个短针上方这样的 V 字形的两根辫子上穿过一个记号扣，接着继续勾短针，注意看我们刚才挑的是这个锁针，接着挑接下去的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勾短针，再往下同样的方法，一共勾五个短针。注意异蕾丝款这里是勾七个短针，如果不想要手腕之后缝合的太紧，也可以在这里多加一两个短针。接着勾九个锁针，从刚才短针入针的锁针下一针开始数六个锁针，这是第五个，下一个是第六个，在第六个锁针上挑一根辫子勾短针，也就是我们跳过了五个锁针，接着同样勾九个锁针，数六个锁针，跳过前五个，在第六个锁针上勾短针，重复这样的规律，完成到这一行的末尾。因为我们有多勾一些锁针来避免错漏，所以在剩余大概十多个锁针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结束这一行。这里已经完成到末尾的部分，这里我大约还剩十个锁针左右，我们来结束这一行。这里已经勾了一个短针，接着再不加不减勾四个短针，和开始时是对称的。如果开始时是勾了七个短针，这里也是七个短针。完成之后放开钩针，我们来拆一下多余的锁针。
直接这样将线头轻轻地拉出来。这样子拆开。这样就可以直接拆开了。要注意不要拆到底。拆到大约在最后一针或者倒数第二针的时候，我们将钩针穿上去。再勾一个锁针出来，固定一下，将它拉紧。这样多余的锁针就拆掉了。接着我们将钩针重新挂好线，要开始第二行。同样先勾一个锁针作为第二行的起立针，翻转织片到另一面。我们从上方看一下，第一个短针的入针位置是上一行最后一个短针的针目，也就是这个 V 字形的两根辫子的下方。接着勾一个短针，注意这个短针的针目上我们也放一个记号扣，这是为了标记下一行结束的位置。接着在接下来的四个短针上都不加不减勾短针。接下来我们要勾引拔针，注意看，找到上一行最后这个九锁针的最后一个锁针，挑任意一根辫子，钩针绕线，直接从所有线圈拉出，这就是引拔针。接着在接下来的三个锁针上都勾同样的引拔针，也就是一共完成了四个引拔针，将线引拔到这个锁针组合的中央，接着钩针穿过锁针辫子的这个下方，直接勾一个短针，接着勾九个锁针。找到下一个九锁针的组合，直接围绕它勾短针。重复同样的方法，先勾九个锁针，围绕下一个九锁针的组合勾短针，这样一直完成到这一行的末尾的最后一个九锁针组合那里。这是第二行完成到末尾的样子。我们在最后一个锁针组合上勾一个短针，接着确认一下最后四个锁针的位置，从倒数第四个锁针开始，也是勾引拔针。这样将线引拔到开头的短针位置。如果觉得勾引拔针比较困难的同学，接下来我演示一下直接用锁针连接到开头的方法。这里退回到短针结束后的位置，直接勾四个锁针，然后直接跳到短针的位置，在上一行短针的针目上勾短针。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只是不如用引拔针的方法紧凑而已。同样对应的，在每一个短针上不加不减勾短针。注意最后一个短针肯定是会勾在我们一开始记号扣标记的位置。接着勾一个锁针作为第三行的起立针，翻转织片。同样勾一个短针之后放记号扣，再完成同样数量的短针。
接着我们按照第一行的规律，一模一样的规律往下完成，也就是先勾九个锁针，只是接下来的短针的入针位置是上一行的九个锁针的下方，勾短针，然后同样九个锁针短针，这样往下完成。之后的第四行和第二行的规律是一样的，接下来大家就自行完成。完成多少行决定了我们包身的宽度，这里我们珍珠蕾丝款完成了40行，一蕾丝款完成了50行，大家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增加或者减少行数来改变包身的宽度效果。完成足够的行数之后，我们要来进行主体的最后一行。最后一行和前面的钩织方法类似，但是又有所不同。这里是珍珠蕾丝款已经完成了40行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起针的这个部分会缩得比较紧，因为第一行的时候我们是每个5个锁针勾了一个短针，因此最后一行我们也要做到和第一行的效果一样。钩针先挂好线，头尾部分钩织方法是一样的，先勾一个起立针，翻转织片到另一面，勾同样数量的短针，接着勾5个锁针，注意是5个锁针，跳到下一个9锁针的空间，勾一个短针，然后再勾5个锁针，在下一个锁针空间勾一个短针，就这样子重复完成这一行。最后尾部也是5个短针作为结束就可以了。这里最后一行已经完成，我们来看一下和第一行的样子是一样的。主体完成后，我们来进行钩边的部分。注意主体我们是采用来回往返钩织的方法，而钩边需要进行圈钩，也就是绕圈，一共完成4圈。每一圈结束的时候都要用引拔针来连接头尾。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讲解。先将主体对折，左边是上半部分，我们要在上半部分的两侧留出侧边的位置，数这个锁针空间，先数6个，这6个是勾法之后会比较不一样，我们在第7个这里放一个记号，注意一蕾丝款是放在第8个，也就是留7个锁针空间。在这两侧一共4个边都放上记号扣。如果是自己根据喜好调整了大小的同学，一般来说侧边也是留到一半不到左右的位置。接着我们进行钩边，同样先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翻转到另一面，先勾和边缘一样数量的短针，注意第一个短针仍然要放记号扣。接着我们在遇到的这个第一个锁针空间勾5个短针，是围绕着锁针的部分勾短针，在接下来遇到这个短针上勾短针，然后遇到5锁针就围绕它勾5个短针。遇到短针勾短针，
将进行到记号扣之前的这一个无锁针空间。我们一共完成了六个这样的组合。先将遇到的这个记号扣取下，我们在接下来这个短针针目上再勾一个短针，接着在锁针空间勾一个短针，跳过这个短针，在下一个锁针空间勾短针，跳过短针，在锁针空间勾短针，一直这样往下完成到下一个记号扣标记的位置。这样就可以将腕带的下半部分收紧，形成腕兜的模样。这里我们已经完成到下一个记号扣的位置，在记号扣这个锁针空间同样只勾一个短针，取下记号扣，在接下来的短针针目上勾短针，接着和刚才开始时一样，在接下来的六个锁针空间都是完成五个短针。它们之间的短针的针目不跳过，都是在针目上方勾短针，这样子一直完成到最后边缘的短针位置，同样勾对应数量的短针。这样我们一边的腕兜的形状就收起来了。接着我们要绕圈钩织，所以不再翻转织片，而是往左这样绕过来，来进行另一边的侧边，让另一边的侧边也同样的收起来。注意，在我们刚才最后完成这个短针的这个针目这里，在同一个针目内，我们再勾两个短针，这样相当于是完成了一个短针三针的加针。然后我们在中间这个位置，在中间这个短针针目上放一个记号扣，这是为了标记下一圈短针加针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短针，注意这里短针入针的位置比较特殊，是对着之前每一行短针侧面最边缘这个短针入针的，相当于围绕最边缘这个短针来勾短针。大家注意不要漏针或者多针，这里可以进行的慢一点，一直照这样的方法完成到另一个边角位置。到了另一个边角位置，我们看一下，这里也是五个短针，但是这里是起针行，会比较容易看错，大家要来回数一下确认之后，在最边角的这个短针位置勾三个短针，也就是短针三针的加针，在中间这个短针针目上放记号扣，接着继续不加不减勾四个短针。然后和另一个侧边一样，在锁针的空间中勾五个短针，然后在短针上勾一个短针，这样重复六次到记号扣的位置。记号扣的位置开始到另一个记号扣的位置都是指在锁针上勾短针，接着再重复开始时对应的规律完成这个侧边。这里已经完成到边缘短针的位置，勾不加不减的四个短针到边角最后一针。边角和之前的边角一样，勾三个短针在最后这个针目里。
同样记得在中间的针目反记号扣，标记下一圈短针加针的位置。然后同样勾短针到另一个侧边。这里完成了所有的短针。之前的三个边角我们都进行了加针，所以最后一个边角同样要在第一个短针的路针位置再勾两个短针，让这两个短针和第一个短针合并成一个短针三针的加针。完成之后，我们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引拔，钩针穿过第一个短针的针目，绕线直接拉出，拉紧，这样钩边的第一圈就完成了。注意刚才最后这个加针的位置的中间这一针要放记号扣，这里的中间一针其实是我们刚才完成的最后一针，大家不要弄乱了。我们看一下钩边第一圈完成后包身形成的样子，确认一下，会这样，下半部分缩成了一个半圆，上半部分侧边是这样子一个倾斜的形状。接着再演示一下钩边第二圈，先钩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在刚才引拔的同一个短针的位置钩短针。注意这里同样放记号扣，标记结束的位置。之后在遇到的每一个短针上都不加不减钩短针，完成到另外一个侧边。这里我们遇到了上一圈标记的记号扣，也就是边角最中间的那一针，在这一针上同样勾三个短针，也就是短针三针的加针，仍然在中间那一针的针目上放记号扣，标记下一圈加针的位置。注意之后的每一圈都同样在加针的中间那一针上放记号扣，这样就不容易错。按照这样的方法，直到这一圈结束。注意结束的位置一定要用引拔针来完成这一圈。之后的第三圈和第四圈规律是完全一样的，大家自行完成。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主体的钩边，我们来看一下完成后的样子。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手腕的安装缝合，取出手腕，我们先来看一下，织片是以这样从外绕着手腕的方向进行缝合的。我们先预留50公分左右的线头，将线头拉出来，穿上针，将织片和手腕这样绕一下，确定方向。接着我们将这个线头先缝几针，让它到达边角的位置。
接着，将针穿过手腕。我们找一下主体，最边缘短针对应的这一行的短针位置，从最边缘这样穿过去。这样子拉紧之后，织片就围绕着手腕缝在一起了。接着从下方的第二针穿过来，再穿过织片的最边缘这个针目，拉紧，从下一个针目再往下方穿一针。缝合的时候可以慢一点，针目一定要对应同样位置的路针位置。这样子来回的缝合，这个部分只需要耐心和细致一些就可以了。缝两三针左右就拉紧一次。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缝合到另一侧的最边缘。边缘都缝好之后，我们来收针，最后一针这样来回多穿两下，防止脱落。接着再穿一针，在针头上绕两圈线，拉出来打一个结，固定住，将最后的线头缠在织片的内侧。可以缠进去一点。将多余的线头剪掉就可以了。这样一侧的手腕就缝合完成。另一侧的手腕的缝合方法是一样的，只是我们需要先剪一段50公分左右的线，穿好针，这样先缝在边角的附近几针的位置，先将它打两个结，这样线头比较不容易脱落。接着在针目上穿几针，一直穿到边角位置，再开始缝合就可以了。余下的缝合部分大家自行完成。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款复古白藤手腕腕带的钩边制作学习。恭喜手工实验室，感谢您的观看。